在的娱乐圈很多明星都有了自己的宝贝，我们都知道宝宝是我们掌心的宝，就算作为明星的他们也不例外，都有着对孩子的喜欢和宠爱。我们比较喜欢的明星霍建华和林心如，他们两个都是实力非常好的明星，在他们刚开始宣布结婚的时候，也很多不看好他们婚姻的人，没有想到他们不止结婚了，还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，原创生命。本文由企鹅号作者娱乐一寸又绿时光原创，未经原创作者给予授权，不得转载抄袭翻写侵权。第九，林心如是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家庭比较好的明星，在1995年的时候已经出道了，在她事业最火的应该是在演《还珠格格》的那时候，后来接着演了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她，在之后还演了很多很好的戏，可以说是演技非常好有实力的演员。我们都知道现在他们的女儿已经有一岁了，林心如曾经说过霍建华简直是一个宠女魔，连女儿睡觉了都想叫醒她，还说女儿那么的贪睡都想着弄醒她，这让当妈妈的很无语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网友听说现在林心如已经有了二胎了，还有网友说是个男孩子，等二胎出来了，有的是他们两夫妻类的，不知道那时候的霍建华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宠爱他呢？希望他们未来的四口之家永远幸福。小编想说，像明星时间那么忙的人都能抽出时间来陪孩子，还那么的爱孩子，而有些人明明有空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。